耶稣向他的两位门徒显现，他们非常兴奋地回到门徒中间。主的确已经复活了，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没有认出他，但他掰饼时我们就认出他了。尼玛五斯，他怎么会到那儿去呢？愿你们平安。你们为何愁烦呢？心中为何有这些疑惑呢？看看我的手和我的脚，就会知道真的是我了。摸摸我，你们就知道了。魂是无骨无肉的，但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这正是我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说的，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载关于我的一切话都必要完全应验。圣经上预言弥赛亚必要受害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福音，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万国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我要将我父所承诺的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。